讲天说皇帝，讲故讲家咧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公园小的李佳颖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叫《刀怪》甲《铁怪》。国王的厨房内面啊，两个官呐，一个是刀怪，一个是铁怪。骄傲的铁怪看刀怪真无，真想啊，你甲骗笑。嘿，你敢甲我卡一个无？刀怪，唔敢啦，铁怪兄弟。我知影你唔敢，你啊真无胆。铁怪愈讲气势愈大，我开始是无敢甲你卡一个，不是无胆，咱死落来就是咧虾物件，不是咧互相卡的啦。讲到虾物件，我也无比你卡惨咧。搁讲我去啊！哈，卖讲啊！你早个跟我来比，你给我淡掉。总有一日，我要甲你砍一个，甲你砍做碎片。哎呦，你何必安尼讲嘞？那是和平相处啦，无什么贪玩啦。甲你斗阵啦，我感觉真袂见笑。你算什么物件？道馆看铁馆这野蛮，就唔搁睬伊啊。时间一仔一仔过去啊。世界顶发生了真多代志，王朝无去啊，宫殿也倒啊，连官呐在迄个所在顶头看了高高的一层土粉。真多年代过去啊，有一日有人来到这，将遐土粉弄半半煞，发现迄个道馆，这有一个官呐，嘿，真是嘞，一个官呐，将道馆捧起来，水清气，伊也是遐尔光鲜顶丽。哇，偌细的道馆，你较细哩哦，唔通甲伊卡破去啊！这是古代物件，真有价值。多谢恁，我铁管兄弟啊，就伫我边头，请恁也甲伊学出来啊，一定真稳呢。遐人听到这话，赶紧动手。不过啊，从早起找到下昏，也是找无铁管呀。道馆看到这情形，赶紧四处咧看，也是找无铁管呀。其他人也感觉真奇怪，佮你想，铁罐是毋是予别人摕去啊？可能啊，铁罐啊已经新鲜无去咯，全部拢腐去啊！这老黑啊，突然讲到这话，伊的心内面有淡薄伤悲。如今啊，以前拢得时间去咯。道馆听到这话，可怜想通啊。你两个之间也是姻缘，是两个人拢适合时间了。我的铁罐兄弟，你伫个乐乐，我不会阁怪你无礼貌啊！我只有想讲，你有通好好诶。遐人听到这话，互这份感情所感动，因决定将道馆带出去，迄个博物馆内面，互伊做历史记录佮见证。道馆一直互迄个一个玻璃窗柜当中，每一日啊。拢有真侪人来参观，伊安静地徛遐，讲历史的故事，啊，伊甲铁罐的往事。虽然铁罐无伫身边，不过道馆知影，伊的故事会永远流传落去。时间流转，道馆变作人心中的宝贝，啊，铁罐的故事也变作一个传说。这个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。这个世界真正价值，不是外口有偌尔水、偌尔光鲜，是有通受着时间的考验，跟内在的品质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